大家好，镜头的方向是大昭寺广场，这边是大昭寺的正门，这里就是购买大昭寺门票以后的游客入口。我已经买了门票，我们从这儿进去。把这个是吧？哎，这个。好。我检完票进来了。现在把耳机戴上。这是大昭寺的二楼平台。
这里有一只小猫。